兄弟们，今天在赶海的时候，在沙滩上发现了这几只死去的河豚啊！咱们为了保护这海洋生态环境啊，咱们在沙滩上挖个坑，把它丢进掩门起来啊！觉得我做的对的朋友啊，点亮上方的小红心，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喽！踏上赶海这条路，家里面的人给我操碎了心，还是90多岁的爷爷心疼我，把他珍藏多年的老酒给他拿来了。你别说，这个方法真好用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就点亮个红心，爷爷看到这么多红心会很开心的。喜欢户外赶海，别忘加我关注，看我今晚带你爆桶直播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有个难言之隐，不知道该讲不该讲。别的视频我可以不要双击，这个视频的无论如何都得给我点个双击啊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抓过这么好看的鱼。我的个妈嘞，这怎么这么长呀？今天来到海边，在一条废弃的渔船上发现了一条八爪鱼啊，我就赶紧用手给它拽出来啊，嘿嘿嘿，哎呦呦，轻点轻轻点，要卡住头了，嘿嘿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啊，习惯性的就留下了一个双击，而有的老铁，你算求的他也不会给你的，不给算了吧。